Gratias tibi pro patrocinio tuo. Plurs homines propter unc canalem non tae debit. Gratias ago tib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那再来说，为什么青浦？为什么后面没有选青浦？确实，除了一方面是经济考量，除了经济考量以外，主要是那时候考虑到很多因素。第一，因为我们都不是我们不是富二代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我们居住地方，我们希望它很舒适。后来他以后很有发展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至少我的房子以后如果我不住了，我要卖，至少他能够买个好价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老，我老了说，我希望我的房子很值钱。那你先想一下哦，如果现在你直接买在台北市，你买在台北市，你买一个很贵的房子，那其实以后你老了说，台北市房子也很值钱啊，但是。相对的，因为台北市房子贵，你当初所要付出的金钱会更多，所以你的人生应该会比较辛苦。但是相对你如果选择在像桃园，它房价只有台北的，比如说三分之一，或者是至少是三分之一嘛，有可能快接近二分之一，那是不是你可以轻松一点？在我们不是富二代的情况之下。我们可以轻松一点。那轻松之余呢，我们房子以后有可能它的增长，就是它的未来它的价值有可能还会再增长，因为它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只要给它时间，它能够一直成长，它有充足的配套，这地方它的价值显现出来，它的房价就会一直增长。所以以综合考量来讲，第一就是未来的增值性，还有生活的便利性。便利性当然，桃园火车站、桃园高铁站、青浦是比不了板桥的，也比不了像新庄、林口，他们配套是比青浦来的好，对。但是你如果以商业性质来讲，商业特质其实。青浦是远胜于林口跟新庄的，板桥其实也应该讲说现在比不了，但是未来你以上就是属于百货公司那种大型商场来讲，商业部分其实青浦的潜力是最大的，所以妹子看好的是它的商业潜力，还有就是它的教育部分，当然青浦也比不了新北。台中跟高雄也比不了，但是 Miss 当初的规划就是要让孩子有就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舒适环境。那目前教育来讲，应该不是 Miss 不会想要说一定让孩子去念数一数二的好的学校，所以这部分不是当初买房子的考量点，主要是考虑到说有学校可以念，那就可以。那再来就是，应该讲一个最关键就是，买房子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单身的时候，你的选择，跟你结婚之后的选择，还有你结婚之后有小孩的选择，或者是你已经结婚了，有小孩了，还有父母亲一起生活，如果在不同阶段，其实你的选择都会不一样。那妹子先说一下。以全台湾 Max 看过所有的从化区来讲，初期其实是 Max 心中所选以外，你如果说真的以自己 Max 心目中的排行榜，其实以你说以这个区域的发展哦 ，Max 先讲哦，我们现在看的是因为七期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，像台北的新区发展得很好了，都是大家现在看得到，都是最贵的区域。但是，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全，就是在这个新区七期，他们已经是在全盛时期。但是你其他从化区有些都还不具规模，你像高雄的美术馆，它也是几乎算是接近全盛时期，代表说它现在已经是很强大了。
当然以后会有别的从化区会有可能会超越它，但是以那是自己个人的看法，新埔未来会是成为全台湾的从化区的大魔王。真的，这是妹子个人感觉。你想，每一个从化区都有它的杀手锏，它最厉害的地方。像大安区有台北市大安区有大安森林，对吧？大家为什么老人小孩都想去？假日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有地方去。你如果住在大安森林的公园的第一排，每天光是在家里面看这些景观景色，心情多么愉悦。所以呢？大安森林为什么卖这么贵？信义区，你如果住在信义区楼上，你一下楼，哇，商场漂亮，哎，客人来到你家，哇，你住这边，哇，这边环境好棒好啊。那光是你一下楼那么气派，那整个环境就是舒服，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人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区域很贵。那再来你说七期，哇，七期也很棒。你看我们一下楼。哦，旁边有县政府，后来这边整个对面有绿化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艺术展演中心，真的太棒了，感觉就是富人区的代表。后来旁边又有几个百货公司，多么棒，多么舒适，真的。你如果住在靠中那个台中七期，人家只要知道你住在那边，就会说棒棒。但是你想哦。七期也只有最漂亮，就是它那个街廓，以及它这一个，我记得是那次记得是艺术展览中心。那信义区有什么？信义区就是百货公司，还有有可能有市政府。再来，你说高雄美术馆，为什么高雄美术馆这么好？它有汉城巨蛋，它临街附近有很多商圈，有公园，有美术馆，所以它很贵。那你看到全台湾？没，为什么没地方没有区有它贵的地方？那你像大直从化区为什么贵？其实大直从化区主要是它也是它那个环境，但是大直从化区里面它有一个家乐福，好像还有一个美丽华一个百货公司，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台湾，你说大安森林没有百货公司，它要去其他的百货公司其实都很近，但是它主打就是在公园。理解吗？你看哦，现在台湾最贵的房子，要么就是美术馆，有艺术展览中心，有绿化，有公园，有森林，再来就是有很多百货公司，那再来就是它最好是它这个区有很漂亮的街廓，就像从化区一样哦，盖得非常漂亮。对，你看就是这几个，哦，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建设要很棒。那你看以上这些地方。出了七期，七期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有一个台中捷运，有可能不是这么便利，但是也有捷运嘛。但是其他没有了，就只剩高速公路，也没有高铁，也没有火车站了，它就卖那么贵。那说信义区它也没有高铁啊，但是它有捷运啊，很方便。那说高雄美术馆，它有捷运，也没那么近。它旁边现在有新盖的一个火车站，有小站。那也很贵啊，那大安森林就是大安区有捷运，对，但是也很贵啊。但是你在想，现在全球以及每年台湾的出国的人越来越多，其实现在出国是常态。以后我们的小孩或是下一代，其实有可能经常都会出国，以后是国际村嘛。所以你想，现在青浦有什么？先讲一个。青浦现在为什么妹子会看好它？是因为第一，它是唯一全台湾，就是它的整个从化区的面积算是数一数二的大。以前最早规划是最大，现在好像它有缩水，但是以现在目前的规划来讲，它算是很大。后来它的区域内它有捷运，它有高铁，后来它去机场也很近。你看这是很基本的。它唯一没的最大缺点是没有火车站，对。但是区内有什么？区内第一，以后现在有的就是它青浦有很多商业中心。第一有很多商业，第一像星光影城、华泰名品城、S9、环球购物中心。再来，它旁边还有一个大江百货公司。未来如果当
就是桃园高铁站前面的站前广场，一旦盖好的话，你看它的商业中心已经也不差，也已经很棒了，至少比新庄、比林口好多了吧？你说新北哪一个？就板桥以后比得了青浦啊？你说以百货公司的规模跟聚集度来讲，板桥比不了。你说七期有可能差不多，高雄有可能也差不多哦。台北是就是像信义区，哦，信义区最厉害。但是你可以再讲绿化，你像在七期那边有一个艺术展览中心，就在里面了。但是你说大安森林就是一个公园，信义区旁边有可能没有具有超级大规模的所谓的绿化没有，就除了高雄的美术馆有很大的绿化的公园。那青浦有什么？青浦第一有恒山书法公园，有皮塘。那再往旁边走，A 四九那边又有清塘园。那再来，在青浦这边最起码有一个老街西跟新街西，未来他们都会做，政府市政府会把它规划成是一个河滨公园。哦，就济南局这几个最大的公园，你想这几个从化区哪里有这样的条件？有。竹北特区，竹北特区那边也有所谓的生态公园，但是也不多。所以你想，青浦有绿化，有绿地，有公园，再有商业中心，好，再还有什么？青浦这边还有其他的文艺气息跟运动的东西。你看，青浦有垒球场，有足球场，有棒球场，有会展中心，有美术馆。儿童美术馆、柳州戏骨、就是原住民的什么展演中心，反正最起码像数就数至少八个了。你想一下，全台湾板桥有吗？有，但是没那么集中。信义区有吗？有，但是都在附近，没有集中。林口有吗？林口没有。板桥。三峡、北投特区、七期没有，高雄有可能有，但是没那么集中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青浦是所有东西都有，只是现在没有盖好。所以现在青浦房价会不会涨，你也是不知道。但是没有知道，至少以后住在青浦的房子应该值不少钱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以后大家习惯坐飞机的时候。以后外国人，或是台湾人，一回家就飞回桃园机场，有空的时候呢，就会想，哎，那我们就去青浦这边玩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你想以后如果一旦你有外国的朋友要来台湾玩，你要去接机，他要到桃园机场，一般我们都会说，呀，那到时候我顺便带你去台湾去玩一下。那一开始我们第一站去哪里玩？去青浦，一定是这样。以前，外国人到台湾第一站去哪里？去台北。飞台北嘛，飞桃园也是去台北，没有在桃园逗留。桃园是没有在逗留。如果飞高雄，就去高雄那边玩。但现在，未来10年就不一样了。外国人来到台湾第一站，青浦，去那里玩，先去桃园玩。那以上是 Max 分享为什么当初后面会选择，买在桃园，没有考虑到台中七期，以及没有选择新北的从化区，以及没有选择高雄。哦，那这才是重点。高雄因为太热了，嘉义人不喜欢。七期这边不错，但是因为七期这边，因为你如果说以长久的发展，以及它的房价特别贵，有可能也没办法。就是说，因为 Max 不是富二代嘛，但是虽然喜欢，但是也不能勉强自己，所以就先放弃它。但是你说新北也不错，但是以综合考量来讲，你当时候的大概27万的价格，能够选择地方，而且能够买在一个有愿景、有更好的未来的地方，那就只有青浦。这也就是后面面试买清华的原因。那谢谢。
希望有回答到，这位粉丝的问题。那欢迎下次再说。那，最后再跟各位粉丝说一下，就是其实有粉丝希望我们也是可以，分享一下，就是大园客运园区的，看法。那每次都说会再花时间再分别，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桃园的哪个从化区 Max 的个人看法。那谢谢各位。